由众多亚裔乐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回响音乐节本日在 Flushing 举办新闻发布会。回响音乐节是一年一度的华语原创音乐节 Echo Music Festival， 五个多小时的原创音乐盛宴，七支独立乐队将聚集纽约，在下东城做联合演出。我是 Frank。 David。 那我们这次算是第一次在纽约公开的表演，那我们以前有在加拿大做出蛮多次的演出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一起合作大概也快十年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， 我是 Chaos 乐队的主唱。我们乐队风格是相对来说比较重型的摇滚，所以希望大家能来捧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。我的乐队呢是临时组成的，虽然很短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已经觉得非常有默契了，所以到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过来，支持我们哦。Hi, I'm Olive。咁我会好咧，比较系acoustic， 少少 rock， 少少 pop，sometimes jazz。今次我哋觉得真系好有意思，因为系beside you know karaoke，maybe something new you can start you know exploring。Thank you。大家好，我是日本的吉他手还有鼓手的那个高田月本。这次我帮忙那个 Vivian 的一个乐队，所以希望谢谢，会很幸运的。这一届我们第一届我们是在那个 NYU 举办的一场免费的摇滚音乐，然后当时大概来了300多个人来支持我们，所以我们都特别的兴奋，就是。第二届我们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地方，一个很漂亮的酒吧，而且又在唐人街附近包里街199号，交通也都很方便。对，这次的阵容是比上一届多3个乐队，然后风格也比较丰富多元化，所以应该会更加的精彩。我乐队都来自不同的领域，然后有一些乐队成员很多都是兼职，但是我们都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。像我 Chaos 乐队，我跟Mecca 在一起大概有6年了，我们都坚持玩自己的音乐。所以希望通过这个活动，可以认识更多喜欢音乐的朋友，